早上呆呆，早上先生，你好吗？我有解无解少，我的名字叫婉妮，我今年40岁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的体重68公斤，我初中毕业，我住的那是加瓦来的，我想回家，我结婚了，我还没有小孩，我又是兄弟，一个姐姐，两个哥哥，我弟是。我已经工作在台湾6年，照顾阿公阿姨做我家事，扫地、拖地、煮饭、洗衣服、当衣服、煮菜、买菜。我不吃猪肉，但是我会煮猪肉。我要去香港工作赚钱帮助家庭。谢谢呆呆，谢谢先生。再见，在香港，拜拜。